你不是走了吗？这里是冷泉禁地，你怎敢擅闯？谷主，谷主，谷主，你怎么了？谷主，谷主，没事。我只不过想让你归还七眼明之，哪怕只是一部分。请你告诉我，七眼明之到底在哪？那去喂狗了。将此人速速赶出谷去。 是，你，哎，原来你以为七眼明之被我用去了？七眼明之是我拿来救墨儿的，可你们却拿来救陛下的死人，我能不急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谷主说了，请你速速离谷。